真係好高啊，高原啊，雲頂啊，上次係喘氣啲啊，所以今次咧又長啲啦，個 dance 又老咗啦。我大鑊啦，今次挑戰高原冇問題。就未了太清楚。我卻發覺我們也好啦，嚟到雲頂啦，我哋食飯啦。發生了個小意外，就是嗌錯了啊！頭先我叮囑了我有一個龍蝦包很想吃，但打打開咗之後咧，龍蝦包但加了牛肉在裏面，但我就不吃牛肉，所以我吃不到我想吃的龍蝦包。咁但係又就嚟開 show 啦，咁所以咧好像冇乜機會吃，但我一定要找機會吃，頭都黑埋。動作都未係好放到100分咁去嘅力量去做咧，所以覺得都唔係話真係咁少少嘅，有少少影響。但我相信 on show 嘅時候咧，嗰個興奮嘅感覺咧，蓋過曬所有嘅喘氣嘅感覺啦。咁啊，到時一定會好順利嘅，睇住你啦！氣質交代前失理智，那悔恨那愛又或大點失。又是吃雞，又是清清地吃雞，人家就出去吃火鍋，我就吃雞。喂，唔系我旧历生日啊！系啊，我自己都唔知道。系啊，我查住。喂，终于可以食龙虾啦！龙虾嚟嘅，系啊，新鲜龙虾嚟噶。真两个镜头咯！